可以拍到顶上跟秀满。其实很长的时间跟导演啊经纪人很多冲突在这个哈高跟顶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很多天都有找我去拍他的那个哈高顶上，我都没有接受啊。对，我说在我第一次拍 video 的时候，我讲过我的处男的他搞点心要给新人，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一定要给他们。在二十多年前他来新加坡开的时候，那时是在这里租房啊，你现在的 JQ 啊，开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已经有去香港，就吃到正宗的哈高秀麦啊、粥啊跟馄饨面，包括萝卜糕。问题是回来新加坡吃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新加坡的还没有做到他的水准啊。但每次有那种思念啊跟很想念的时候，就有他。为了对所有吃点心的人也公平，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正宗的哈高顶上是什么味道、他们会想到的味道是以前那种哈高顶上，其实正宗的哈高顶上就好像这里新人所给的那些材料啊煮法，好像就萝卜糕这样。是啊， this carrot cake is made of this Chinese radish, rice flour, and this corn flour. To bind the ingredient together, the chef have mixed the correct proportion of the ingredient and the precise steam time for the texture. So it's firm. When you put into your mouth, it actually dissolve and leave the taste in your palate. 现在真的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好吃的哈高跟秀麦。虾饺 ，OK， 虾饺在很多地方不好吃，都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皮太厚，不够嫩，不够弹口。为什么这里新的好吃？就是他抓到一个很特别的技巧，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不是做那个面粉，搓到一个时期的时候，他就要放很热的滚水下去，然后就当时就搓。很多餐馆都是懒惰，所以他没有真的很滚的水，所以我们就说收紧，那个步骤叫收紧。一不收紧的时候，你的面粉呢就会很厚，或就是容易破。当你要涮的那个面粉要很对之外，就是那个技巧。然后它不是一直捏到它很薄，所以薄又不会破。因为虾饺一破，你不可能皮跟虾饺分开来吃的，它是要一块，像我一拿就整粒，它不会破，一破就是说做得不好。如果太厚，问题又大，他就吃不到里面的那个。还有里面的料也是，除了每个人都知道要新鲜的虾，其实不止，他在里面有放一个猪肉，很肥的猪肉，不过你吃不到了，他只是给他那个，当你蒸的时候它融化了，他就滋进去，之后它就很香的味道。所以哈高为什么这里才是正宗？它整个过程呢、是二十多年前我们吃的一个做法。我们的古早做法，所以它的是很好吃的。秀麦也是，现在的秀麦多数是用鸡肉，鸡腿肉一定要鸡腿肉，皮拿了，七三，七分是鸡肉，然后三分是虾。为什么你在外面吃的烧麦不好吃？原因也是一样，因为他们的除了肉不新鲜之外，就是他们那个分量做错了。好像前几天我听很多朋友说，哇，那烧麦哪里好吃？是因为当我跟他一起去吃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比例是错的，而用的那个材料也错了，所以他吃的时候很硬，不是一咬下去弹口弹口的啊。是吗？所以这里的虾饺跟烧麦是最正宗的。对对对， I love this smooth and starchy porridge. To achieve this good and delicious porridge, stirring and the simm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cedure. And this porridge has simmered for 4 hours.To be smooth, natural, sweet, and flavorful. Then, also, they have various types of porridge here. I personally like this assorted porridge, which they have cuttlefish, they have nuts, they have this fish fillet, and shredded chicken. 馄饨面在新加坡跟香港是两件很不同的菜式来的，虽然名字一样，单单那个馄饨就不同。香港的馄饨是虾大，新加坡的成本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虾。第二个就是它的面，对，跟新加坡吃的馄饨面，对 ，by far this is the best wonton noodles that I ever had. Yeah, you know they have I can taste the different means
all these elements and yet it's so balancing. The noodles is so stringy and yet it's elastic quality and bouncy. And the wonton is firm and unbroken and savory. 还有汤啊，你们在新加坡吃馄饨面，它汤底是真的没什么味道，是真的是清汤，这里不是，它真的是熬过那个汤，很足的材料来熬那个汤。所以你吃馄饨面在香港，或是来新老，尽量吃汤的，你才可以烤到它的那个功夫。而他们做的很好，馄饨到面到它汤，所以我说我的第一次要给他。除了吃这些，我们所说早餐或是午餐。 吃的材料，那些我们小说的煮的功夫跟香港一模一样。我介绍几个菜是配饭很好的，你们一定很喜欢。除了吃点心，在山东可以看吃到很正宗的香港的点心之外，他们的煮炒，我们所说新加坡叫煮炒，在香港呢叫做小炒，来配饭也做得很好。 好像这个菜，你可以翻译成华语吧？我们广东人都会叫啾啾煲。奇怪，它的啾啾煲原因是因为你一上菜的时候，你会听到嚓嚓嚓嚓嚓的声音，很过瘾。它的那个热度做到那种匀啊，跟那个鸡肉啊，是很香的。还没有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香很香。我觉得好吃是因为它不是很热，它的那个汁已经进入了那个鸡肉，那个圆，各方面。 都一流，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晚上哦配饭啊吃的时候是一流。哦，对 ，perfect for 晚餐。This kangkong with fermented bean curd is quite exotic because usually it's the cooked with sambal. But for the change, we use this traditional way with fermented bean curd has a very great savory flavor. So it's very good to go with the rice. 咕咾肉。 我把它放在最后一个来做介绍，留言的。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咕咾肉。我们讲主菜，咕咾肉真的很难做，很多人以为很容易做，其实很难。好像前几天我试菜咕咾肉，我都不敢去拍。面粉太多，你一定出事了。除了面粉之外，就是它的醋，很多人不知道它的醋是用上等的醋，你不可以像在那些紫菜，他们用的醋是几块钱的醋。 它醋当是不好的时候，你吃的时候它是酸的，它的是微甜，然后它上一笔一下子，然后你咬，哦，它那个调好的那个甜汁跟那个醋，然后一炒，翻刀，我们叫翻刀，哇，那个肉进去的那个味道很重要，这个我可以担保，如果你在别间找到的咕咾肉比这里好吃，你再单我给，我可以肯定。 我吃了20多年，这里的咕咾肉是我可以打包单哦，是最好吃的一个咕咾肉。拍了这一集，我的心头大师就可以放下了，因为每天跟你们相貌，我都觉得很累，因为你们要我拍我的处男的点心，真的想留给山东。后悔转进心里上，拥抱再多一次就好。 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的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用离开叫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过我，让我们回到那一秒，你好不好？ 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